加食堂热炒100，台湾家常菜台式热炒，叫菜单。无介绍有啥物菜？无人。高丽菜。葱爆牛。野菜单。嗯，赞。葱爆牛。葱爆牛肉。好，现在。非常好吃吗？我知道，脆皮非常。那就这样嘞，金龙虾是5项菜啊。好，安尼有够啊。6项菜啊，6项啊嘞。金龙虾是5。有汤无？汤加要吃啥？蛤蟆。你袂煎哦，还是食咧翡翠海鲜羹？蛤蜊汤。鲜鱼汤。蛤蜊炒面有点嘛？不然。还是要蚵啊？随便，随便。青菜啦。啊，饭要几碗？四碗。五碗。好了。好，点嘛嘞？五小份的100，糖醋里脊。小份的100，爆葱牛肉。葱爆牛肉。超崩葱爆。爆葱嘞！一起吃的爆葱。小份的100。来个上面。凤梨虾球。凤梨虾球200，脆皮肥肠200。青炒高丽菜100，四分的蛤蟆汤四分的150，白饭50，5碗。好，这是麻婆豆腐。对啊，这拢标准的。这是葱爆牛肉。这是高丽菜。好，海东，这蛤蜊汤，蛤蟆汤。哦，出菜真紧。三天拢是食蛤蜊汤。是啊。怎呢？哦，这样啥物啊？凤梨虾球。嗯。安尼够吗？有啊。搁一项啊？嗯，肥搁两项吧，肥肠还搁有哪？哦。那个里脊啊，糖醋里脊。这啥物啊？你讲哪？肥肠哦，啥物肥肠？酥炸肥肠，酥炸肥肠，最好做一项啦。糖醋里脊，糖醋里脊。我觉得我点的最成功，那100块，就 CP 值比较高。安尼金龙虾是无啦，六菜一汤，1000块。哦，伊出菜真紧。好，开动啊！好，今麦看肥肠安怎？那你肥肠敢好食？哦，它酥脆。好吃啊！外面酥酥的，里面软软的。外面地段是啥呐？很酥脆啊，外面。酥脆。嗯，就是外面就有炸过的。哦。很酥哦，以上先煎过的地方。这个是煎啊，很酥脆。哦、靠腰、啊。无其他没有其他的啥。对啦，我吃看下呀。还有用那炖这个胡椒粉，胡椒盐。哦，这几项袂歹食。你非常要炸过还好吃，你若是。安尼食对吧？伤油啊！油性真肥啊！啊，我反正照照食。搁食一块，赞！我讲无嫌就好。今仔中昼可能才春节有开呢。哦，这肥肠面真好食，这比你伫个买种卤味粿好食。卤味淡呀，淡。嗯，我第一下就食着这，用迄个用真肥。啊！伊这饭嘛底足济，啊，佫而且佫用足赞嘞，袂讲三十人个安尼。手机较少。嘿，啊对啊，手机迄落较少啊，这内底甲你底较足赞嘞。啊，佫啥物？恁麻婆豆腐食个安怎？很嫩啊。啊。肉很嫩啊。很嫩。加饭多食。虾球我袂食，虾球个。呀。恁麻婆豆腐我煞食吼，我食麻婆豆腐，我袂较袂，我足够流汗啦，我一点仔嫌我就流汗。你袂嫌吗？小可嫌，还是袂嫌？迄我客人我就较无爱食啊，迄受嫌。
吃出我也未起来，吃出就看卖啊。凤梨虾球，这虾球安怎？食来安怎？那个甜啊。哦。是外酥内嫩。外酥内，外酥内嫩，都快给它崩了。这凤梨罐头啊。哦，蛋啊，拢好吃。啊，食其他些啥物？糖醋里脊，酸酸甜甜的。糖醋里脊，哦，这糖醋里脊较甜，因为人糖甜甜啊。糖醋，中好食，嗯，袂歹。哇，这只粿，所以它在吃嘛，很胖。无同哦，漳州只毛粿的菜吼。高丽菜，大家咧炒的无同啊！我看卖一间好食无？哦，一间好食。啊，你有去外口吗？有啊，做咧大家袂当炒全话，爱即款切切啊，加菜，切切啊，安尼较好食。赞。好，搁一项，爆葱牛排。葱爆。哦，葱爆牛排。爆葱，那个切的爆葱。葱爆，葱爆啊！锅冻，葱爆牛排，牛肉，牛肉啦，牛肉排。哦，这项嘛袂歹，拢搞动诶，拢点着好诶。搞只是讲，真快。我一人夹，都不叫歹叫。蛤蟆，蛤蟆，真大只。龙脊嘛，蛤蟆嘛，足贵啊。系啊，海鲜拢足贵啊，都要上贵。好啊，互因食要了啊，我怎啊分食半碗？要开动啊！好，拜拜。你可以用较紧啊，穿。你白穿啊，白不了啊，怎么光啊？没啊，全身。哦，半身啊。好，再见。